Baby 吴亦凡合作录节目，节目类型被吐槽仿中餐厅。Baby 吴亦凡合作录节目，而在最近呢，据说吴亦凡要和 Baby 合作录制节目，这一下子把大家吓坏了。毕竟 Baby 之前一直被大家吐槽，所以有粉丝觉得会对吴亦凡造成一些影响。不过两人都是颜值很高的艺人，在一起搭配也是很有看点的，所以大家还是蛮期待这档节目的。不过呢，从节目的类型上看，是经营开店的节目，而且采取的也是合伙人的方式，大家不禁想到了正在热播的中餐厅。这档节目和中餐厅确实是非常相似的，所以说起来很多人对节目的吐槽声也多一些。不过期待的人依然有很多，那你会看这档节目吗？